将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。哎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咱也不知道要到底要干啥，上来咔就疾跑一改，就要砍我。落手都这样玩吗？等一会儿，两个兵。等一会儿，别着急啊！剑圣别吃我经验。刺儿，起立！刺儿，吃饼干闪现！这家伙扣慢了，可能有点给我换掉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啊，这波兵线别推就可以了。我早闪，差不太多吧，无所谓了，死就死了吧。起立！刺儿！我感觉吧，这波我应该是够呛了。哎呀，这么难玩吗？这召唤师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是落手的人头吗？是王八的人头，还行。刺儿，一起打啊！沉默，起立！哎呦我操，有点难打呀！看来这大虫子跟这落手打得六级才能打，前面不太好打。
真难看。来一波六级再跟他打，要不我们这爆发不够。吃药了是吧？我生气了，没完了，出门见面就干我，操你姥姥的，下班你别走啊，你这么喜欢干，来吧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干，我给你干一会儿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干，我就给你干一会儿。我陪你干一会儿来。哟，哎呦，不长脑子跟我打，跑得比我快的，杀了死死吧。他疾跑闪现全交交交吧。干的来，你给我追死，漂亮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兵我也不吃了，上线就打吧。嗯，他不是喜欢打吗？下边我们有点人，他连个屁都没有，他还得拉我，让他拉。应该先吃水了。本来这是我们一波反击啊，这王八跑过来坏我事儿。看这把来个什么鞋吧，不出水银鞋了，来个布甲鞋吧。Sandy.
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先吃兵叠血量，你吃兵你更跟他打不了了，还跟他吃兵。上一波他啥技能没有，我们又点炎又大招。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稍等一会儿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上啊！我沉默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想吃一层的。再往那边走，啊，还行，打死一个。拿个医学塔吧。我们的医学塔可以，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咋那么贪呢？喜欢贪，喜欢贪，喜欢贪！哎呦我的，喜欢贪！我都不跟你玩，我直接就吃你，我都不等最后一下，他妈跟我还操作上呢！我们家这莫甘娜是中单，是辅助，是中单啊，他没啥伤害。把那王八杀了吧，早给我炖呢，起立。哎，偷他！点赞。你该感到高兴。黑马，没有小兵吃，吃个三郎吧。他是什么时候能开？就刚才还一直都能开呀。
还是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？咋的呀？这辅助啊，辅助怎么跑过来了呢？起立，沉默，闪现，注意一下，打不了了，沉默，起立。一波零换二，等一会儿啊！你们要越塔杀我呀？还行，抠死个王八！没完了是吧？是不没完了？咱俩秀一下子吧，要不啊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秀的话，走了，不跟你玩了，全是队友，溜了。这叫小龙，你俩偷了吧？能偷不？这去不了啊！这吃个小兵吧。先来个这个，跑得快一点，省得跑得太慢了。回你了吗？怎么不重要？再吃一个，完了，把你杀了！你要咋的呀？哎，这洛克萨斯之手，我操了！真的，我是真是给他妈点脸了，我就发现我真是给你点脸了。他咋那么装呢？他装什么玩意儿呢？你他妈搁这装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勾他，勾一下后排，队友呢？双 C 不在，双 C 去打对面的那个王八了。把这卖了。冰心的话
就行了。再把我们嘛，得出捡息地，再把先帮他们杀前排，那后排的女警其实是打不动我，也不用太管了，主要帮他们杀前排。不要蓝盾，我要振奋，没有振奋不行。出完振奋，出冰心。给一个兵，我该给他们带点亏。杀前排就行，啊、嗯？干嘛呢？俺们家控阵老些，这控比对面多100个，感觉我随便控啊，控一个死一个。别往里边冲就行了。那剑圣搁下路呢，可以团，没事儿。全是控制不团干嘛呀、哎、死一层吧，我也六层也满了。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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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莫甘娜没有那啥吗？没有盾吗？你明知道少个人还打，别把他落手杀了，你们要干啥呀？你们要起飞呀？这边剑圣，哎，那王八还要杀泰坦，把王八给我杀了，拿个助攻得了。可以打大龙，来小龙吧，要我说大龙费点劲不行，小龙吧，小龙吧，你大龙拿不下来，人家6秒就活了。你那剑圣伤害不够，不信我。我先去吃口纸的，说了小龙，这节奏真是会带呀，我发现说了小龙咱不听，非得要他妈去打大龙，真是有病。其实我也抱着点侥幸心理，你知道吧，不应该跟着剑圣去打大龙，没有意义。他没有伤害，他又不是出的什么盾弓海妖之类，他破狂风之力去打什么大龙，哪有伤害呀、啊、
勾他就杀他。可以往前追，把蓝给他打了。王八是真牛呗，王八是真牛呗呀，王八啊，搁这回城你干啥呢？我死了，不打了，走吧。哎，没打，把女警先杀了。沉默，起立。起立。回家了，蓝不够用。但是蓝有点不够用啊。好玩师，你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吃个蛤蟆，我满城吃蛤蟆干啥呀？这都什么季节了还吃青蛙？我干，就像他好死似的，那辛德拉打人掉血吗？那辛德拉啊，那辛德拉打人掉血吗？给我起立，全部给我沉默，给我起立吃、啊、一个闪现有点干。哎呀，全残血，我靠，他怎么有个秒表呢？卢锡安脑瘫，不要说脑瘫，没事，一波不了应该。给我杀剑圣啊，给我杀，起立，沉默，吃，我有板甲，让他推。我有点不想要这板甲了，我觉得板甲没什么用，我把板甲换个巨酒吧，我把冰心除了，把板甲换个巨酒。变大，我知道小板甲没合成呢，不想要这板甲了。来，小龙，这波我上去直接自己吃女警吧。他们的前排打不打得动，听天由命吧。来，怎么跑得跟个兔子似的？怎么死的呀？
这是。这卢仙玩的真让人来气呀！大龙，别回家了！家里有什么东西呀？还回家？我操！这女警跑的！妈呀，真能跑啊！我干辣呢，给我个盾好了。妈的，这王八一直嘲讽我，真恶心。头好痛，玩的好闹心，真他妈生气！哎，下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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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生气。